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课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好的，我们来看棋盘。上一期呢，我们说到黑棋往上靠，白棋拖到三三，是一个重视实地的下法。黑棋顶是棋形的要点，白的能挡上，黑的单挺也是很漂亮的一招。白棋虎，黑的飞照，黑棋呢取势。那么黑棋取势是担不担心这个断点呢？这个我们上星期给大家摆了一些变化。黑棋打吃立下，白的如果挡呢，黑的先把这个打掉，之后先手加，先手打，先手把这个外势给封住了，这个呢就形成一种地和势的转换。这个究竟谁好谁坏呢，还是要看周围配合的局面，关键黑棋要怎么样来发挥这个后势的威力啊。那么白棋还有小尖的手段，白棋小尖的意图呢是，黑棋如果再弃子要把白棋封紧的话，这个要点被白棋占住，黑棋这多了一个断点，那黑棋必须补棋啊，不补被一断的话，外边变得很薄了，黑棋必须补棋，这样的话呢白棋就抢到先手了。好，那么我们上一期说到白棋小尖的时候，黑棋可以在角上做一点文章，因为白棋松着一口气啊，下围棋的话这一路之差啊，一气之差都是很重要的，那黑棋就有点活动空间了，白棋松一气的话，黑棋可以在角上活动活动，拐完断。那么拐了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白棋大致上只好吃这个，走其他的话黑棋借用更多。那么黑棋翻打，黑棋的意图是什么呢，白棋提掉的话黑棋再打吃啊。这个劫呢，黑棋可以说很轻，因为本来就是弃子，本来就是死的啊，刚好有一枚顺手的劫材，之后再提过去啊。白棋接上呢，黑棋确实也还是进死了，但是呢通过这几个的交换，黑棋就可以从这边虎下来，刚才如果白棋直接挡的话，白棋这里是硬邦邦的啊，现在呢黑棋这个虎下来就很有力了，白的不能脱线，脱线被一扳整个就打劫杀了，这个很可怕。那么白的要收气，收气的话呢黑棋二路扳还是先手，白的还得收，这样黑棋很灵活，他不从这边封，又从另外一边把白棋给封进去，换一边弃子啊。这个根据不同的场合，黑棋也可以这样选择啊。落打之后换一边弃子，把这边封住，黑棋还是抢到先手。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翻打，白棋立下来的变化。白棋立下来，黑棋局部也没有棋，但是呢，黑的尖顶，黑棋这个拐断，在很多场合这样下还是有便宜的。黑棋尖顶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不同。尖顶之后，黑棋扳还是先手啊，这地方一打，再一翻打，变成一个打劫杀，这白棋受不了，只能提。那么黑棋这边呢，飞也还是先手，白棋不走的话呢，黑的往这儿打，然后再一顶，把白的给顶死了啊，白的需要补一手啊，将来黑棋打吃还是先手，这样呢黑棋
必要的时候落以后手还是可以把白棋封紧啊。现在呢暂时可以脱先了，关键呢黑棋这个顶住的价值在于这里能够先手扳倒一下啊，这个官子有好几目棋的便宜，所以黑棋的拐断它的意图就在于顶在这儿的时候能够获得官子的便宜啊。那么你如果直接这样飞，或者直接这样收气的话呢，直接把这边收紧的话，这个虎下来啊，这里扳的官子便宜显然是得不到的，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抓住时机巧妙的拐断一下，这一拐再一断，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啊很漂亮的局部手筋给大家介绍一下。也就是说在黑棋虽然是弃子，但是啊尽量利用自己有哪怕有那么长出一气来啊，也要尽量想办法啊，尽量想办法这个把能走到的先手利用啊，都给他走到拐完断再搂打，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下法。那么黑棋现在可以尖顶这边，也可以呢先飞这边啊，如果尖顶担心白棋这边出头的话呢，黑棋也还可以先飞这边，白棋收住的话呢黑棋再顶啊，将来呢伺机再利用啊，将来根据情况再利用，看这是这个扳的先手管用啊，还是啊顶住这边封得更厚一点管用。但是啊，如果不是特别担心白棋这个尖起来呢，黑棋还是顶这个更好一些，因为顶这边的话呢黑棋两边都能走到，可以说白棋如果脱尖的话黑棋两边都能走到，黑棋可以先扳到这一下再走到这一下啊，都能把白棋给收回去。那么如果先飞了的话呢，黑棋扳的时候白棋不会提在那，白棋会吃在这儿，这样的话黑棋这边再顶就封不严实了啊，这个是有一点比较细腻的区别，但对职业棋手来说这个差别也还是蛮大的。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白棋来断之后黑棋一个黑棋一个弃子的变化，可以说黑棋弃子的变化。那么这地方黑棋除了弃子的变化，我们刚才说过黑棋拐打出来啊，应该说是有点比较俗，这个下法不太好。黑的还有一种选择呢，单立比拐打要强一些。单立白的如果长的话黑棋再跳出来，这样的话呢这里是不能跳下去，跳下去被黑棋冲断白棋不行，所以白棋得压黑棋长。那么将来黑棋在脚上拐进去是比较有力量的一手，这一拐呢白棋飞的话黑棋靠住啊，白的还得在脚上去求活这个黑的对脚上的压力啊比这个拐吃出来要强多了。那么白的如果是脚上要想安心挡一下的话啊，大家看这个区别，现在黑棋的头是在前面的，白棋再来压的话呢黑棋可以扳这个，可以扳头了啊。那么如果黑棋是选择拐吃的话呢，头一直都只是跟在白棋后面走啊，跟在后边爬，这样黑棋是跟在后边爬，这样而这样呢黑棋头出在前面啊，下一步还有拐，这个显然要比这个单拐的俗手要有利一些。那么单立的时候啊，大家看一下，可能有的观众想到了，哎，我如果贴下来你怎么办？
拐的话呢，我往外一跳，你爬二路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搬的话啊，这个不是又还原了吗？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白棋贴的话呢，黑棋有一招比较厉害，黑棋跳出啊，跳出，白棋要想再把它封进去就不容易了。黑棋可以先中断，白棋拐出来之后，黑棋再接上。黑棋这个打是先手，白棋这已经逃不掉啊。这边不说真死的话，压一个，这也要加死，这要半死啊。白的走外边的话呢，黑棋可以把这个吃掉啊，可以冲断，这个不需要爬二路了。那么白棋跳这个不成立，跳这个当然也不行了。黑棋不管是挖完滚爆或者是单尖顶，白棋都不乐观啊，就被滚成一个鱼形，这白的是不行的，所以白棋还是只能冲。冲的话呢，黑棋依然可以选择棋子打吃，扳住啊，还是依然可以选择棋子啊。当然极端的情况下，黑棋说不定可以考虑度过啊，但是呢一般来说，这个被压到一路去，即使白棋真子不离不敢跳，白棋再弯出来，一般来说黑棋不太会这样选择，还是棋子比较合理。搬打掉之后搬啊，形成一个黑棋棋子的局面。那么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下法，在黑棋打吃这个的时候，白棋打吃这啊，这个想法倒挺有意思的。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白棋的意图。黑的立下的话呢，白棋再站上，黑棋搬呢，白棋吃掉，黑棋把白棋封住。这时候大家可以发现，白棋多吃了一个子，而且一路变成硬腿了啊！刚才的话是提三个在这儿的，现在提四个变硬腿，白棋显然便宜了啊！这个差别对于高手来说还是蛮大的。但是呢，黑棋跳，白棋冲。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打吃这个呢，黑棋简单提掉就可以满意，再接住啊，这个子已经被冲死了。白棋这边呢，目数也不大，而且这地方味道不太好啊，是将来这边有子的话，黑棋还可以爬出来，下成这样，黑棋可以满意。好的，那么啊，这个大致上就是。这个白棋高挂，黑棋上靠，这个下法的一些主要的变化。那么我们还是给大家摆几个实战例啊，让大家通过实战来看看这个高手怎么在实战当中来运用这些。我们给大家讲过的这些下法。这盘棋呢，黑棋是吴光亚，中国的年轻棋手吴光亚。白棋呢是谭笑，实力非常强的谭笑。先挂了一下，加工，再挂这个。靠啊，这样的黑棋好像更有靠的理由了。黑棋往上靠，一方面呢，因为这边有黑子，黑棋在这边要扩张。白棋搬。另外一方面的理由呢是，白棋如果现在走的比较松，比如说虎这个的话呢，黑的刚好这样一飞压，黑的可以考虑这样飞压，先把白棋压扁啊，限制住，然后自己再扩张过来。之后呢，黑棋再这样扩张过来。
那么黑棋有这个子的存在呢，这边还是有比较可观的一个啊，能围到实地的。白棋这边呢很厚，但是啊被黑棋飞压已经压扁了，啊以后呢还可以接着再推啊，把白棋这个限制住，这样是一种构思。那么当然也不见得非得这样下不可，黑棋加攻完再拆二、也是可以考虑的、总之限制白棋这几个子的作用。实战的白棋没有虎、不知道是不是担心黑棋这样飞压过来，白棋是接上的、好，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步接上呢，它最主要的意图是强调这个拖进来啊。那么在很多的实战当中，黑棋马上就尖了，因为比较看重这个角地，不愿意被白棋拖。但是在这盘当中呢，黑棋的选择比较特别啊，他没有马上去捞这个实地，而是在这边反夹，下一步呢要飞照，白棋出头是很正常，黑的拆。那么白棋当然是拖了，拖黑棋呢二路半，白棋退、黑棋让白棋拖退的理由呢，还是因为这个位置，还是这两个拆二的位置，还是可以说放在这儿闪闪发光。白棋拖退完之后，一旦在这边拆过来的话，这个实地可观。但是这个拆二啊，让白棋这里也可以说自己白棋也围不了多少，围不了太多的实控。那么下一手，我们给大家讲过，黑棋在局部硬哪儿都比较别扭。长这儿的话呢，将来这个棋形很软，将来被点在这儿的时候，感觉种种借用啊，断完打吃包进去之类的，或者小尖先手，棋形很软，走在这儿是很厚了，但是呢被白棋先手头退，黑棋就这样缩着，总是感觉到有点委屈，所以黑棋索性脱先了，再扳头。好，黑棋现在扳头，白棋这时候呢就不要太拘泥于这个扳了，现在扳没有意义，黑棋再连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扳、走的越多黑棋越便宜，因为黑棋外边的子是很有价值的，对中府对这边都有、都有影响，都有很好的作用。那白棋这几个子呢，完全被黑棋这个拆二限制住它发挥作用，黑棋这个拆二相对来说已经很安全了，白棋在这边围不到什么空，在这边走的越多越亏，白棋这几个子的价值不如黑棋外边。所以呢在黑棋扳头的时候，白的索性也就不再跟着走，跟着走有一种方向错误的感觉啊，白棋搬到脚上，因为不搬的话，被黑棋藏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被逼无奈不走都不行了啊，所以白棋活到脚上，那么黑棋虎，黑棋现在再虎，白的如果拘泥于局部再打吃呢，黑棋抢先手占其他的大场啊，这时候白棋也很清楚，点三三占大场啊，点三三，这也是一盘实战啊，大家双方呢这个虽然下的也都是简单的定式，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步棋都还是都还是这个可以说费尽心思都还是很合理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实战的例子。那么这盘棋呢是由黑棋是赵汉臣九段，白棋是李昌镐九段
韩国的两位高手，啊，形成一个同形，啊，黑棋往上靠，白棋搬，黑棋退，那么白棋虎，黑的呢拖。黑棋靠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这个局部走一个先手，白棋下一步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啊，对黑棋这三个字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严厉手段啊。这个拖的下法呢，我们给大家讲解过，黑棋有扳的反击啊。那么这盘棋白棋是选择的扳啊，李昌镐扳在这儿啊，这也是一种后续手段。我们借这个实战例呢，给大家啊顺便讲一下，白棋搬在这，黑棋如果硬在下边呢，白的就长，再爬，白棋再长，或者黑棋飞啊，黑棋再爬完飞出去，或者单飞出去呢，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将来可能被白棋拖进去啊，现在马上有可能被白棋拖进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击就现在就有问题了，搬了打的反击就不成立了，再这样来的话被白棋冲下来挡不住了，这一段吃关门吃掉了，所以白棋搬这个棋很紧凑，它的作用就在于这个地方。黑棋单飞去，单飞出去当然也是一样的啊，单杆反击的话被白棋冲下来挡不住了。那么白棋如果能够拖到的话，如果能拖到这里，虽然损了一点实地，但是这两个子呢毕竟对外势有帮助，并且这一拖到这一把的话呢啊，这个实地 也差不多找回来了，这个是白棋扳的作用。那么黑棋要是防白棋拖进来呢，那就也有办法，就是不停地爬，爬到这儿再飞出去就没事了。白的要拖，黑棋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反击，这个白棋拖不进来，被打死了，这里冲也没有棋。那么但是爬这么多的话呢，这个白棋越走越厚啊，被白的越走越厚，这个白棋这个后势啊，对于将来，比方说白棋再走一个，对于将来整个中府啊，有这个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啊，付出这一点实地的代价，白棋形成这个后势，应该说还是值得的。那么我们看实战。黑棋没有跟着下面爬，而是断啊，白棋长。黑棋这个思路也很有意思，如果按照直线型的想法的话，断完肯定是挺这个，但是黑棋呢是断完之后捞脚控啊，挺这个他一定是担心白棋拖进来，这时候黑棋也只能二路半。黑棋断完之后转到脚上捞控之后呢啊，白棋争子不利，但是白棋跳家，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黑棋冲的话被白棋全部包进去，这个冲没有什么意义啊，全部被包进去。打吃呢也不能随便打，打吃白的一粘，这产生一挤啊，这个这边冲下来，黑棋局部有问题。所以呢黑棋这个子暂时动不了，但是呢他二路一拐，这个是棋形的要点，下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棋形。白棋呢脱线啊，白棋把这边看清了，看得比较清，脱线了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定型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实战。那么
这个呢是很著名的对句啊，是在第一届应试杯的时候啊，这个曹啊聂卫平九段对曹勋铉九段的对句。那么黑棋是曹勋铉九段，靠压，白棋拖顶，在第一届应试杯当中呢，啊，有两盘棋都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这个，分别是决赛的第二盘和第四盘。第二盘呢，黑棋曹勋铉是这样下的，靠长，那么白棋团一下，再爬，黑棋跳。之后呢，白棋是飞棋，啊，第二盘的实战出现的是这个局面，黑棋单长的。那么到了第四盘的话，黑棋改进了，打吃了一下再长，然后再长在这儿，啊，这个是有所区别。黑棋可能经过总结，认为这地方被团一下好像不太舒服，虽然说打吃一下感觉好像有点像俗手，但是呢，黑棋觉得被白棋团去了更不舒服。那么黑棋凭空起一个外势，之后呢，白棋呢先手得角，这盘实战呢，离现在年代有一定的年头了。现在拿黑棋这样下的棋手恐怕我想会很少，因为这边也没有什么配合，直接凭空起一个外势，这个下法呢，一般来说现在的棋手还是比较重视实地的，这黑棋这种下法感觉上容易落空。那么白棋飞是比较有大局观的一手，局部这个飞呢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占到什么便宜的下法，但是白棋把头扬起来对中府对这个中府有影响力。那么第二局黑棋是这样下的，到了第四局呢，黑棋改进成这个样子，白棋呢同样是飞，黑的呢拖，白棋搬，在这个角上也下了一个很普通的定式，第二、第四局都是这样那么第四局的话，白棋先小飞这边第二局是这样的局面，白棋拆的这个白棋在左上角简明的取了一个先手，然后站到下边的大场来限制黑棋这个后势的发挥。这个从这个棋理上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清楚和明快的一种选择这样的布局，我想如果是放到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呢，应该是喜欢白棋的棋手一定会占大多数这个是第二局的一个实战。第四局黑棋改进成这个样子，而白棋呢也没有急于占这边的大场，而是现在这小飞，这也很有意思。因为这边即使被黑棋走了的话，这有断的可能性，有点的可能性点在这儿也是一个要点黑的要拆小了的话，白棋就先手搬粘就可以了围得太小，白棋先手搬粘；围得太大呢，白棋在这一点也可以轻松做活。所以白棋让黑棋走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构思普通的感觉呢，肯定是要占这边的大场但是白棋就等黑棋来，黑棋究竟拆在哪个位置好，这个也是反倒是让黑棋头疼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上靠的种种局部变化和一些实战的例子那么
啊，关于在下棋棋来的时候怎么用的，还是要看啊观众朋友们自己来掌握。好，那么这一期就给您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见。